混乱是吗？新生的，你现在不唱了吗？不唱我就该说话了。我说我给你唱困了是吗？不是唱困了，我先你唱歌，我先评价两下子吧，行吗？评价两下。嗯。第一，你先告诉我你这个声卡多少钱买的？就是创新那个7.1的声卡。不知道创新，它价位肯定有好多价位啊。就他那个声卡都是那个300-400块钱的内置的声卡，300-400块钱，对，内置的，哦，就300-400块钱吗？对啊，你这麦克风多少钱啊？2000，哦，就是，你在哪？你这是在家吗？还是在工作室？我在家。啊，你声音笑出来效果怎么这么棒啊？这么什么？声音效果怎么了？就是你的声卡出来的效果挺好的。那种声音特别强烈，就是吗？那种刺，挺好，效果出来挺好，比我的好多了。我的声卡100多，效果给你唱。啊。还惩罚我吗？你说呢？你说。都已经到时间了，我想惩罚也来不及了，就这样吧，点一下我的关注吧。啊，行。嗯，拜拜。点关注啊，兄弟们。